谢馆长的致辞。那么，接下来呢是贵宾致辞。我们首先邀请到我们这次画展的这个引荐人，葛登华葛将军。葛将军是不是为我们讲几句话？我们掌声欢迎葛将军。班长，本次展览会的主角，南壁山大师，还有各位国内闻名的艺术家前辈先进，各位贵宾女士先生们，最近因为放假，所以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馆长。他主持了国家图书馆，各位一定也受益不浅。本人是常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的一个人，感觉的这个国家图书馆真的办得很不错。比方说工具书的部分，我们去找书，有时候会碰到困难。那个真正的中国，包括台湾，这个图书馆是非常之的现代化，服务的人非常的热心。我们找不到书，一下子他就帮你找到。你拿到书，在那里去看的时候，慢慢的他又跑过来说，我们又找到一本，我相信你会很有兴趣，要不要看？你再等十分钟，我就可以拿来。这里你不但是受到帮忙，因为你要找资料找不到，但是你感觉的他的服务态度实在是太好了。这个是馆长到任以后的愿意革新，有这么好的一个服务的态度，这是我们感觉的是很钦佩的。那么除此以外，向各位预报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国内所有的图书很容易找到，各位很不容易找到军事科学的东西。那么最近顾馆长也答应帮我们国军把所有的书目印化，这些等等都是对国家有重大的贡献。各位看电视，偶尔在家没事情，各位看到很多现在所谓名嘴每天都在讨论有大家关心的国家事务，但是我相信这些名嘴当中也有人告诉我们，你们军队太保守了，我们要看书，我们要找资料，我们走不进去，你们先兵站在门口，那我们怎么能够所谓国防军事要透明化，新兵站在门口我们就走不进去，我们怎么能够找到我们要的资料呢？所以像类似等等，顾馆长已经开始把这个一般社会所需要知道有关于军事的东西，不久以后按照军方跟他的合作，各位也比较是容易可以得到
国防透明化的结果，像这些等等，我们都很感激这个顾馆长的努力，跟这个后代，包括我们军人在内，各位可能都听见过，军人以前的外号叫做当兵，兵字秋字底下八字，我们是秋八。不学无术的，确实过去可能因为国军的训练还不够，大台上，这个许多当兵，他们受到好的训练，可以在战场上卖力气，但是从文化教育方面，可能需要大大的，再促进。那么一直到了台湾来以后，确实这一方面改良了很多。今后在顾馆长，整个的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水准之下，我们这个当兵的人也会受到更好的照顾。这里我不代表国防部，因为我已经退伍了，也不能够代表国防部讲话，但是当作过去秋八的一个分子，那么我在这里也特别谢谢顾馆长对我们的照顾。他刚才说要把台北的文化水准提高，将来台北已经是本人因为当兵的关系到处走。全世界联合国大概有180几国，我运气很好，去过大概120国，感觉的，许多国家很美丽，文化很高，台北也不错，但是由于这个顾馆长等等的其他的，关心的人士，会把它变成一个更可爱的一个城市。各位都听见过伦敦，他们说你如果讨厌伦敦，你可以死掉。讲个英文就是说 ，If you get tired of London, you get tired of life。那台北是可爱的地方，我们相信由于顾馆长们的努力。台北，你如果不喜欢台北，你也对你的生命也还差不多了。所以我们要比较，西方的爱好文化的状况。由于国家图书馆的领先，我们把台北变成更可爱。像我们秋八就受到再教育的机会，这是在这里特别要感谢邱馆长。那么同时也感谢因为我的好朋友南大师要办这个画展，我常来得到这个顾馆长许可以后，我就跟严馆长，就是艺术中心跟这个市政中心请教他，他们真的很努力。各位等一等就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他们的很好的艺术作品。各位是来看图画的，各位不是来听秋八讲话的，所以我应该尽量的讲短一点。我只能够说谢谢各位，我今天也急于要去看图画，所以我讲的话大概就到此为止。小朋友好聪明啊，现在这个真是我们国家很有希望，一代超过一代，那么小的女孩子这么聪明，我话都还没有讲完她就帮我忙，刚才才差一点点拿不出来了，还好你讲一句话，我才能。
能够讲出来，特别谢谢这位小孩，你要不要上来讲几句话？能是不要，好，好，那就可以，那我们就不想耽搁各位时间，我再请示顾馆长一下，还有请哪位大声们补充讲一点点话，好吗？哪位先生女士要讲一句话，请。对不起，我们请那个熊院长、熊教授帮我们。